Oui, oui.好，大家早上好。大家听第一节课以后啊，这个现在有什么问题吗？就是对于我们的就是第一节课的一些细节，包括从技术上来说，从理论上来说。啊，没有问题的话，我给大家。那说一下这个，就是上节课啊的一些作业的一些情况啊。大家完成的还我觉得大部分都不错的哈，而且很多惊喜，就是很多人呢这个，很多人在就不拘泥于我提供的一些不同的一些音效啊，整个背景啊，还是大家尝试了不同一些转场效果，不同的一些音效啊，我觉得做的还不错。啊，唯一遗憾就是我还没有看啊，大家自己来拍摄一下自己或自己的一些周围一些小物品啊，这样的话可以去做更多的一些更多一些不同的一些跟自己直接相关一些特效出来啊，大家以后可以多尝试尝试啊。然后呢，就是今天早上9点多，就是冠宏哈发了一个视频，大家可以在这个群里面看到。啊，这个视频整个也是实现了整个效果，但里面有一个问题啊，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它这个播放的时候啊，这个我还没有开始变啊，它开始消失了啊，这是我们其实一开始新手啊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啊。最重要的呢是我们要保证整个的这个制作这个过程相对来说比较流畅啊，不要出现这个比较严重的一些穿帮啊，像这个就严格来说已经属于算是穿帮的这样的一种范畴了啊，就是还没有开始变，你的人就已经开始没有了啊。OK，那么接下来今天我们来继续讲今天这门课啊的第二课。第二课呢，我们还是要讲一下一些这个短视频的一些用途和分类啊，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用短视频，我们可以做哪些方面的、哪些方向的一些这个视频类型啊？哪些是受别人比较欢迎的？那这个呢，今天我们这节课主要来讲这些东西。那当然，第一个就是这个搞笑段子啊，创意搞笑。那这两个还是分开的啊，因为创意搞笑它可能比搞笑段子更有创意一点啊，所以我特别把这个分开。那这些呢，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理解了啊，因为这个老实说，我们去刷短视频、看短视频，其实都是来打发自己的这个空闲时间、碎片的时间。所以呢，就如果你发现是搞笑的啊，它肯定是会受欢迎，而且呢，看的人一方面会给你点赞啊，会发表一些评论，做一些这个转发。对吧？所以这个整个做起来的话，这个效果会很好。所以呢，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关上你那边的门，为什么可以遮一遮？大家如果你现在没有要交流的话，大家可以先把这个麦克风就静音啊。Please mute, please. 然后我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我这个视频啊，我如果切换到电脑声音的话，我如果切换到这个麦克风的话，电脑声音就出不来。
你看现在我这里有一个设置，如果有知道的话可以告诉我啊，否则的话我需要不断去在电脑的内部声音和这个麦克风声音之间切换，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操作了。Anyway， 我先来播放一下这个两个比较经典的搞笑视频。你一天就知道玩电脑，我问你，琳琳玩不玩电脑？不玩。那她学习好吗？好。人家学习好才不玩电脑，你呢？就知道玩。那强强呢？他玩不玩电脑？玩。那他学习好吗？好。人家学习好才玩电脑，你又学习不好，你玩什么电脑？那楼楼呢？玩。那他学习好吗？好。他就是因为玩电脑，所以才学习不好的。你能和他比吗？那周周呢？他不玩电脑也学习不好。人家知道学习不好，所以才不玩电脑。你不好意思玩。那是不能玩电脑，那是学习也要好。那他妈妈 ，that means 他妈妈没有 logic， 只是想告诉他说你不能玩电脑，所以。Double standard。今日新又抓的，不治大郎的病，大郎要是不喝药。不是比大家看懂这个了吗？这个呢，其实就是这个人呢，他在跟这个电脑电视剧在对话。他拿电视剧里面这个台词，正好对一个他这样病殃殃的一个样子，对吧？这个就产生出来这样的一个很搞笑这样的一个效果啊。那我们继续来看搞笑的这个。鸡哇哇OK， 说这个是一个承包了我多每次都承包我笑点的这样一个视频啊，这一只鸡啊，他给他穿了这样一个武士的这个一个衣服啊，好像扛了根枪啊，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啊，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大一个方向啊，一会儿我们会在这个宠物的这个里面去提到它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属于叫搞笑段子和创意搞笑，那这些呢就是。在这个抖音啊快手啊包括 TikTok 上面是非常非常流行的啊，所以这是个非常大的一个方向，大家可以去了解或者实践一下。然后就是这个知识和教学啊，就比如说我现在其实讲的就是在知识教学，那么这个其实也是这个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类型，但是它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像抖音快手这样的平台，它其实不是大部分人不是来这儿学知识的啊，所以呢，如果你在教知识或教些东西的话，严格来说，你的这个播放量也好，粉丝量也好，是肯定不如那些拍搞笑段子、生活片段的些人多的啊。所以呢，你首先你要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你要考虑就是你的这个变现啊，相对来说要更艰难一点啊。所以呢，这里面就是说，知识和教学类的内容不是不可以做，但是呢，它的限制。会比较大一点，但是你永远可以玩出更多一些花样来啊！但是呢，如果说你拍短视频，比如说你是可以放 YouTube 上面，妈妈好一点。那我是学习也好，也玩手机 ，That's okay, right？ 但是美人，你确实，所以妈咪平时不是太干涉你，但是妈咪要提醒你啊，你的 Computer Science 那个还是没做呢 ，Right？ 哦、Grace。Grace 你好，你能把你的麦克风静掉吗？哎，好的，谢谢。Computer Science 还是要做掉的啊。OK， 那继续来说，还有这种才艺啊，这种才艺的话，咱们这个刚才我说叫 Grace， 他就完全可以去做一些这方面一些才艺展示。那我这儿呢，专门有两个跳舞的这个才艺展示，我分享给大家，这个你们都可以作为参考。我生日发给你，一会儿我发给你。然后我想起来，那个开三个月，万一我也
OK， 这里面有三个啊，刚给大家放了三个，一个呢是这个弹古琴的啊，然后呢这个两个跳舞的啊，所以像这些东西它本身都是有特质的。那么弹古筝的这个呢，其实我建议大家现在如果自己的孩子啊会一门两门这个乐器啊，比如说尤其是中国的这种乐器，你完全可以到这个，当然不是现在了啊，现在大家最好不要出去啊。但是之后的话，疫情结束之后啊，大家可以完全可以到公园啊去做展示，去做这样的一些拍摄。这本身的话啊，就可以去这个吸引到很多的一些流量啊，不管是线下流量还是线上流量。所以之前呢，我也曾经给这个咱们圣地亚哥的这个刘新坚啊，新坚舞蹈学校刘老师啊提下建议，就说你完全可以把自己的学校啊做成一个网红学校。就让自己的孩子多出去去表演自己的舞蹈也好，还是这个乐器也好啊，然后呢经常的去做这样一些表演，那么拍下这些短视频啊放上来，因为本地的话肯定会有很多人气啊，你用这种直接呈现这种拍摄的也可以，然后你也可以做跳舞嘛，你可以做几个人做这种快闪啊，然后呢那快闪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就几个人突然开始来跳舞，一个个加入进来，而且跳中国舞啊跳这些舞都是可以去体现这个你们整个的这个舞蹈学校的一些面貌和技术的啊。本身的话学习舞蹈也好或其他一些艺术也好，其实都是需要有一个展示的一个平台，那所以呢这个是正好跟你的这个教学这个是吻合的，所以呢现在很多的一些这种艺术团体完全可以往这个网红这个方向去走走啊，跟我们教学的目标也是一致的啊，这样的话就摆脱了我们之前的那种大陆的方式，就什么方式，就是我学习了这个舞蹈也好什么样，我要去参加比赛拿了名次才能体现出来我多么优秀，现在不需要这样了，你完全可以通过线下这样一些展示在网络上可能就可以迅速传播开啊，这也是一种展现你自己技能啊，叫做表现这样一个方式啊，所以呢这种是这个才艺方面的。那么还有做时事的啊，做时事你可以去聊天，跟大家聊天讲这个时事，像 YouTube 上就有很多华人在做这种时事的这种发表自己的言论。当然在中国大陆啊，如果你说你要放到这个抖音上也好快手上也好啊，放这样的一些平台是有一些言论上的限制的啊，所以呢你在谈时事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些尺度一些用词啊，你需要去就是了解这个平台上需要你可以发布什么样的言论，然后避免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再去 play with this platform OK， 所以呢这个是你首先要去了解的。但是呢还是之前我说的那句话，你是自己在美国人在美国，所以你在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观众群体来说的话，你本身就有一些特别的标签所以呢你来谈时事的话还是有一些流量的保证的所以还是可以尝试这个方向的。那个这个在国内的话也是中国大陆的很多时事方面的一些内容在短视频里也有应用还有就是宠物刚才那只鸡呢可能就是一种宠物的方式然后还有我可以看看我看还有没有一只宠物的这个小狗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小狗，一个成精的小狗你这洗完澡舒服啦？你告诉大家你是怎么洗的？哎呀，进洗澡间了，然后呢？哦，拿水龙头了冲水是吧？冲完水干啥了？
冲完水干啥？打浴液了。哎呀，真棒！你打完浴液又干啥了？又冲水了是吧？然后呢？啊，出来擦干了是不是啊？哎呦，宝贝儿真棒！然后呢？擦干完了干啥了？拿风筒吹干呢？吹完了又干啥了？拿棉签，拿棉签干啥？掏耳朵呀。拿棉签干啥？掏耳朵呀。啊、OK。他们知道。对，就是这个，不是说每个人家里都有这样一个修炼成精的狗啊，但是呢，每个人的自己养的宠物啊，自己都觉得这个小狗啊，它可能有那这样的一些比较可爱的一些点啊。那么你们就完全可以把这些点啊去分享出来，让更多人来感受到。那么宠物这个事情有个好处在哪儿呢？就是宠物它是不分国界、没有语言的啊，它可爱就是可爱，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所以呢，你这些笑点也好，这些可爱这些点的话，你可以发布到全世界的平台上，不管是中文也好、英文也好，都可以去发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方向在不管 YouTube 也好，抖音也好， TikTok 也好，很多人都在发这等宠物的。而且呢，宠物的变现啊，就把这个短视频这个流量怎么能换成钱，这是相对简单一点。因为宠物它本身有很多的一些装备啊，卖宠物衣服呀，像刚才那只鸡的那个衣服啊，卖衣服呀，然后这个狗食盆啊，他们的狗粮啊，猫粮啊，这都是可以你在做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去带货啊，然后造成很多讨论，这个都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宠物这个大类啊是非常多可以挖掘的一些东西啊。大家如果家里有一些小狗狗、小猫或者是其他一些小宠物，都可以在这方面去耕耘一下啊，挖掘挖掘。所以这是另一个大类。那最后一个叫 vlog， 也就也有人叫 vlog 啊，就叫 video blog 啊。那这个呢，就是一些已经是一些大 V， 或者是已经自己呢是比较有特点或者是有风格的一些人，他们就发自己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的一些细节，但是他们去描述这些细节的时候，肯定里面会有一些闪光点，或者有一些就是会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呢，这个就是会成为很多人的一个关注的一些东西。所以有些人他也不是明星，不是什么大腕儿，但是他就去分享这些 vlog， 但是他用一些语言也好，一些呈现画面也好，吸引人，然后慢慢他就成为一个大 V， 就是这个几十万、上百万粉丝。下周我会给大家都介绍一些类似这样的一些案例哈。但是呢，这个也是一些就是我们可以去挖掘一些方向，也是我们现在在短视频里看到一些非常大的一个群体，一个大的一个分类。所以这些就是基本上啊，目前我们能看到短视频的一些大的一些分类，而且和这个用途我基本上也都介绍过了哈。所以这是首先给大家做一些基础的一些介绍。然后呢，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我们现在做两个事情。一个呢是把这个公益广告这个创意，我想来征集一下大家有什么一些创意，咱们一起来聊聊，我也来分享一下我现在能想到的一些创意。然后呢，第二个时间呢，我给大家再做一个短视频的一个案例，昨天已经把这个素材放到群里了啊。所以呢，现在我们先来去跟大家去聊一下啊，大家可以把自己的这个麦克风打开啊，然后呢，你们可以去大家分享一下你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创意。咱们先说这个人口普查啊，人口普查，然后在这个umbrella 这个保险啊，你们有什么好的创意可以分享给我们吗？现在大家可以打开麦克风啊，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OK， 如果大家没有的话，那个没关系啊，我先来分享我能想的一些创意啊。我是希望大家每个人有些独特的东西啊，有些独特的东西，这样的话就是才是我们学习一个东西的一个目的啊。因为我们不是追求来跟别人一样的啊，我们是希望可以做任何事情都做出自己的一些特色啊。这也是我自己做事情的一个标准了啊。这个如果熟悉我的人知道，我做的东西一般跟别人不太一样啊，就是有的时候是为了追求不一样而做的不一样。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别人一看这个东西就知道不是其他人做的，肯定是只可能是我做的一个东西了啊。
当然前提还是说你必须要有效果。那么首先啊，我们来分析一下啊，这个人口普查这个，那上一节课呢，我们去讲了一下啊这几个重要一些特点啊。那么现在我们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一定要做这个短视频啊，它是给什么人看的啊？当然知道我们是要给华人看的，但是现在我们希望哪些人能立刻看到我们的宣传呢？啊，肯定是那些还没有提交这个人口普查的人，对不对？那么已经提交的人啊，就他们已经做了，给他们看与不看都是 OK 的。但重要的是，第一要让那些还没有提交人他们能看到，而且看到以后我还要起什么作用，是要让他们能开始动手来提交。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在这里面就你要思考一个问题。我看好像有个朋友一直没关麦克风，是不是？嗯，大家没有关麦克风的，希望大家可以先把麦克风做静音啊。那么现在我们遇到一个问题是，那些还没有提交人口普查的，你说他之前是没有看到这个消息吗？有一部分人是的，但是更多人的没有提交原因可能就是他认为这个东西他提不提交无所谓啊，就跟我们平常这个大选啊，你要不要去投这个投票这件事儿对他来说无所谓，我不需要这个事儿。那么这个时候面对这样的一些人，我们继续来喊口号，说号召大家来去提交，号召大家来参与这个事儿，你觉得还有用吗？我个人认为是没有用的啊，没有用的，因为他们之前已经不提交，你现在再告诉他，他只是看到你以后，他不会再仔细看这些东西，他不会管那些就是你是现在说的这些啊，有对华人的意义也好，对自己的意义也好，其实他自己清楚，或者是他即使不清楚，他也不愿意去了解。大家觉得我说这个东西有道理吗？那么现在这就是我们面对的这样一个问题啊，遇到这样的一些人你要怎么办，对吧？那么我相信这个、大家这两天已经看到，就是咱们 San Diego 人已经看到一些微信群里面啊，其他的一些媒体或者一些个人在做宣传的时候还是做这种老样子，还是老样子，还是说这个大家啊请来去十分钟啊就来去完成这个人口普查啊，对我们很有帮助。但这个事情在这些人眼睛没有任何作用，因为他们其实早就知道了，他不管你十分钟还是一分钟也好，他不愿意动这个手，不愿意做这个事啊。所以呢，我自己设计的做这样的一个设计，我直接就从这个角度入手，就我要告诉你，如果你没有做的话，对你可能是有一些负面的，对吧？那这就是一个人性的一个东西。那如果说我不告诉你，跟你讲这个东西可以，你可以得到什么东西，因为得到那个东西对你来说可能太遥远，或者你目前还看不到，就比如说啊，你提交这个东西对我们每个华人都是有好处的啊，以后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一些政府的支持啊、重视啊、资金上的一些扶持啊，那你觉得那个东西太遥远，你不会直接分到这个钱，那你可能不会做。那么我现在就要告诉你，你如果不做的话，你有可能会失去。Can you make me a cup of cream cafe? Cafe? 对吧？那么这就是一个我们人性中的一个特点。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这么一个理论啊，这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啊，大家讲感觉听一听，感觉这个对不对？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开车啊，我们在开车。如果说现在左边这条道很堵啊，我现在突然转到右边这条道了，然后一路畅通啊，然后你看的之前堵的那些车一开始左边那条路还是很堵，你一路开过去就一辆辆在超越他们，你心里很爽啊，心里很开心，觉得自己做了一个正确选择。但是呢，如果说你现在把车道换到右边以后，发现左边的通了，你右边的反而开始堵还是，那你会非常懊悔，说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对吧？但是这个时候你回想一下啊，这两种情况下你的这个开心的这个程度和这懊悔程度是不对等的，你懊悔的程度要比你开心程度要严重的多。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体验啊？或者现在我比如说再举另一个例子，说我现在路上哎捡到了100块钱，捡到100块钱，啊，那么
很开心啊，现在当然找不到失误啊，当然就是你的了。但是今天你发现钱包里丢了100块钱，你丢失100块钱，这懊恼，花很多时间找他，不如你得到这100块钱那么样的严重，不如比你的得到那100块钱要严重。就你开心的程度永远没有你的懊悔和恼怒这个程度要更深一点，虽然都是100块钱。大家能理解这个东西吗？就是我说这个可以跟大家产生这个共鸣吗？啊，所以呢，就当我开始希望让他做一件事的时候，如果说我没有办法给大家提供足够的这样一个这个奖励的话，那么我就要提醒你说，做这件事儿你本身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好的，我要去，不是给你送钱了，我要拿你的钱了啊，因为这本身确实个违法行为啊，如果你没有提交是个违法行为，所以呢，我就用这种方式。啊，就用这种方式去告诉你，你如果不做这个事情，你会失去一些东西的。这样的话，会有很多人会因此而害怕，而去立刻产生行动。而且这个目前来说，第一确实是有效的，确实有效的啊。我专门第一，我观察了这个文章的阅读量，我们这个标题的这个文章要比其他那文章阅读量要高，而且高不止一点半点。啊，这是第一个我能观察到的，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就发送给的这个群体更多了啊。第二呢，我这儿有个特点，大家注意看啊，我这儿是一个微信公众号，我连发了3篇文章，这3篇文章内容里面内容其实完全一样的，但是我的标题是不一样的，注意到了吗？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他认为这个事情跟他无关。所以这是为什么我用了3个不同的标题，然后发到不同的群体里，这大家能理解吧？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文章啊，这3篇文章同样内容但不同标题的都能起到一个效果。但是这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任何一个广告作品啊，当然不管是公益广告还是商业广告，都不可能在所有的群体里面产生共鸣啊，它是不可能通杀一切的啊。所以呢，很多人啊，我们是做媒体的，我自己在这儿做媒体做营销的，很多人找我做广告啊，他说啊，这个啊，你这效果怎么样？我一定要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做什么产品的，你要卖什么东西，要卖给谁，我才能知道这个效果怎么样啊。我们没有通杀一切的广告方式，所以如果说你去找别人做广告啊，然后他说啊，我们这效果非常好，他一定不是就在蒙你糊弄你，他不是做这行的，或者他做这行根本没有能力啊，就完全把你的钱套过来，就是这样啊。大广告公司也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公司可以包打一切，没有任何一种广告形式可以包打一切啊。有些小朋友不喜欢看的广告，大人是不喜欢，大人喜欢看的广告小朋友是不喜欢啊，这个是大家注意，你做的短视频也好，其他图文或者是这个音频的广告，永远不可能让所有人都能喜欢啊，不是所有人都是你的目标客户啊。所以这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营销概念。 OK， 所以呢，这就是今天我们总结一下，就一个是这个疑问式啊，你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创意来做啊，就比如说你想知道美国到底有多少华人吗？其实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有多少，我们所有东西都是一个大致的估计。大家注意啊，我要提醒一下，华人就是把我们这次人口普查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华人从亚裔群体里面提出来单独来去计算的。 OK， 所以这是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去了解在美国真正有多少华人。所以呢，这个是我们需要每个人都参与进来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用这样一个标题去做一个短视频，或者你直接面对镜头说就行了，我真的想知道美国到底有多少华人，请大家一起来参与，对吧？那么短视频是一个契机，你也可以把这个东西发给自己的朋友，让自己的小朋友们一个个都去督促他们，哎，你们家有没有天，我们真的是希望知道有多少华人。这就形成一个广泛的一个运动啊，让小朋友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啊。大家知道以前有一个挑战叫什么？叫冰桶挑战。
对吧？就大家去挑战冰桶，其实它就是一个一传十，十传百这样的一个行为。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可能可以考虑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用短视频方式来去这样去散播开来啊。我已经把我周围的几个朋友，或者我直接点名说这几个朋友，你们去做了人口普查了吗？啊，他们也需要去那个去把自己另外的三个朋友这样也去做啊，用同样的一种方式。我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想知道美国到底有多少华人啊，这就是一个初始的一个疑问句，每个人其实都想知道这个答案，对吧？那第二个就是我刚刚给大家呈现这个例子，你不参加人口普查是违法行为。那么我刚才是图文的方式来做的，你们可以用短视频的方式，直接就用喊口号，就如果你不参加是违法的啊，那么你可能会面临到这个罚款啊，甚至还坐监狱。啊，因为如果说你，提供了错故意提供错误信息的，你是有罚款，既要有罚款，也可能入狱，最长是有一年，啊，所以你可以用一开始用这种直白的这种行为对着镜头啊，就是说这个问题，语气强烈一点，啊，这样的话也是可以形成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这种叫警告式的，啊，警告式的。当然，话说回来啊。据说从1970年之后，还没有人因为不参加人口普查而被罚款。但是我们不需要告诉大家这个事实，我们只需要告诉大家，从法律上来讲，啊，从法律上来讲，你如果不参加是可以面临$100的罚款；如果你参加了却提供了错误的，是面临$500罚款；如果你故意提供错误信息，是要面对$1000以上罚款。啊，所以这些是我们可以在用警告式啊告诉他的。啊，那么我给大家分享的第三个这样一个视频创意，是一个人物逐个消失一种方式。我先用嘴去描述一下啊。就是怎么让人物逐个消失呢？就是说我们家一共比如说六个人，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提交这样的一个人口普查啊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我们这六个人在美国官方这个技术里面就等于没有了，就等于没有了。或者说是我身边一共有八个朋友，我八个朋友因为这七个人都没有提交，那么我这八个朋友在美国官方这个统计来说就没有了，我们享受的这个福利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就用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去慢慢呈现出来。我给大家去做一个简单的图片的演示啊。那比如说这一个家庭也好，或一个朋友也好啊，一堆朋友也好啊，这是一开始多少个人？六个人。类似这样的概念。这个怎么实现啊？这非常容易嘛。我们上节课为什么上节课讲这个消失呢？对吧？这不就是消失吗？来，六个人啊，或六个朋友也好，或怎么样也好，那突然慢慢的一个一个接一个的就消失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提交人口普查啊，他们在这个国家里面没有给这个国家去提供这样的一个数字。啊，所以呢，我们接下来会面临一堆的东西，我们就得不到相应的一些，经济上的支持也好，社区里的重视也好，对吧？所以这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这种是内涵式的，啊，是内涵式的，啊，不是我刚才说的那种警告那种直白的，但是这种也是有它对应的一些效果，是属于一些比较高级的这种广告方式，啊，这是这个人口普查的。那么现在回来啊，又是这个公益广告类型的啊，公益广告其实对不起，就是 umbrella 这个类型的啊。umbrella 的话，那么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比较大家，我觉得最容易想到什么保险吧，就最容易想到什么后怕型的啊，就是说如果出了这个事儿啊，没有，因为你没有买这个 umbrella， 所以呢啊你就会倾家荡产。啊，你的财产被剥夺了，对吧？所以这是一种大家最自然能想到的，你做这个东西没有问题，你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做啊，可以往这个方向做。还有就是直接知识普及型的啊，你可以直接一上来就跟大家说这个 umbrella 什么东西啊，对你来说意义在哪，对吧？你完全可以啊这样来去跟大家去介绍，对不起，对吧？那么
这种的话你就可以向不同的群体分别的喊话啊，就比如说啊，你买房了没有啊，你买房了是吧，你的房子可能转眼之间都被人抢走，你把这个话一说出来，别人就会认真听，哎，为什么为什么，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告他，为什么你的房子可能转眼被抢走，就是因为你可能在外面车不小心撞了一辆玛莎拉蒂，可能车保险只赔10万啊，人家连车带人加起来可能20万保险，二十万的赔偿，那你只能把你的房子抵押给别人了，对吧？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没有买 umbrella 会造成的对你家的这样一个财产的一个损失啊。所以这就是第一种叫知识普及型。那现在一种叫比喻型啊，我们想做的比较不要做的那么直白啊，你想做比喻点啊，你可以什么呢，就比如说啊，我几个小朋友在玩啊，大家玩小汽车，对吧？那么哎，突然我的小汽车把你的撞了，你说撞给我撞坏了，那如果赔你一辆，对不起，我这个小汽车比你的贵多了，你那不是还有小房子吗，对吧？你把你的小房子也赔给我。他说我不行啊，我这个房子是我最后就唯一一个玩具了，对不对？那么我不能赔给你，那这个时候你就拿把小雨伞，因为我有这个小雨伞，所以我用这个东西是可以啊帮助你这个这去避免别人把你的小房子也抢走的。那这种是属于比喻型，他做的可能会比较可爱，而且自己在家都可以去实现，对吧？那么这个确实是比较接地气啊，比较接地气，大家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比喻型的这样的一个广告啊。那么这也是短视频能产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魅力。 OK， 还有就是小品型，今天我们可能不一定有那么多时间了，这个小品可能讲起来要更复杂一点，而且现在这个阶段不太适合大家拍摄，所以我就不分享了。但是大致的意思就是大家可以去设想一些场景啊，设想一些场景，用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概念，把这个 umbrella 这个保险呢去把它带出来啊。所以这个我就今天就不细讲了。那我现在啊，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你看好多个不同的一些概念啊，你可以说创意或者一些小点子啊，是整个这个方向，希望大家拿这些东西做一个参考。因为毕竟我们今天这个课程还是有一个让一个作业在里面的啊，这是个大作业，所以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啊，自己就选一个命题啊，选一个不同的一些呈现方式。我欢迎大家选不同的啊，因为老说做这个事情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提高啊，所以呢希望大家用不同一些方式能呈现出来啊这样的一个公益广告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最重要的是让别人看到以后啊，他能有产生共鸣，然后可以去行动做这件事情，好吧？ OK， 那么我现在创意这里面大家还有什么就是你们想分享的吗？现在可以大家跟大家说一些，我们剩下大概20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来一起来做一个新的一个短视频的一个技巧的呈现。如果大家有分享的可以现在说一下。OK， 没有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的这个接下来这个短视频的一个制作啊。大家现在把自己的手机拿出来，然后呢把我昨天的那个素材呢把它放进来。我来把OK， 好的，首先呢我给大家去播放一下啊，我要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基于咱们昨天啊分享给大家那个素材啊，这个叫倒放的魔力。没有声音，没有声音。没有声音。我知道大家听不到声音啊，我现在再断开重新播放一下啊，断开。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用麦克风和系统声音不能同时出现。
我那是什么呀？哎这是什么呀？啊？OK，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懂这个哈，因为没有声音的后面的提示，就是它是这样的哈，它是一个正放和倒放的一个不同的效果。那正放的话是一个正常的啊，我看见这个，看见这个人了啊，笑一笑，他在说话，在听他笑。但倒放了以后呢，它呈现这个效果就是我本来我在笑，但突然看见这个人，我就觉得不爽了，我就变得很严肃，啊，就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一个呈现。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倒放的一些这个一个魔力。那么我这儿呢，其实还是有另一个啊，这个是更夸张的，但这个说这个效果我不建议大家试啊。但是这个是之前我们曾经给大家用过的一个素材，大家可以看一下。消失。大家好，欢迎。那这个是正放啊，这正放的一个效果。那这是正放的效果，我给大家看一下倒放的。没有了。OK， 看懂了吧？耶！什么？说什么？我再播一遍。哟！对，所以这是倒放的。它正放本来是他喝了水以后把这个水洒到那个放到里面了，但倒放呢就让你感觉哎从里面往出舀水的啊。所以这就是这个正放和倒放产生出来这样的一个效果啊。我们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去教一下大家怎么来去操作这个正放倒放啊。OK， 那么我们把这个昨天这个素材呢啊放进来，这个就不用我再昨天我给大家这个素材放到这里面，我觉得不需要再教了啊。哪个数？就是放那个昨天的那个模仿东西。就是昨天我放到微信群里的，你没有下载到吗？哦，让我下载下能吗？对，就是这个东西啊。让我下载一下。对，那么昨天这个东西大家放到这个Project 里面。哦，我在下载。好的。其他朋友跟着来做吗？先把它放到 Project 里面。好，我下载好了。OK， 那么我们要完成今天完成效果啊，我看现在还剩十分钟左右。那么我们今天要做最简单啊，最简单的效果，就把它复制一遍。啊，我们把它复制一遍，然后呢，把第二段呢给它做成一个倒放，啊，今天做的很简单啊，复制一遍很简单。那我现在先选中这个视频，啊，选中这个视频，然后呢，在下面这个 menu 菜单里面呢找到这个 copy， 啊，现在到倒数第三个叫 copy， 啊，我点一下，哎，它就多一个视频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分两段了啊，第一段和第二段。那么第二段我点击也是选中这个第二段啊，选中第二段啊，然后呢在最下面的菜单里面、啊、我找倒数第二个，最下面菜单里找倒数第二个叫 reverse， 就是倒放 reverse 啊，然后我点 reverse。 copy 在哪？ copy 在哪？ copy 也在下面，你只要选中这个视频，就是最下面倒数第三个就是 copy。 哦，看见了。OK， 好，然后选中第二个， okay， 然后再选中第二个视频、然后再点 reverse，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基本操作就结束了啊，这就非常简单。我们先播放一下。没有看见 reverse 在哪？
OK， 那整个这个效果其实已经有了。Okay.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加这个文字啊，加文字了。那文字的话，那现在这里面有个技巧，就是说我现在是两个视频紧紧挨在一起的，对吧？紧紧挨在一起，我怎么加文字呢？中间因为我还要加一个黑色背景嘛，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现在用到一个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个这个视频的最右边下面这个时间轴的最右边啊，有个加号，就我现在鼠标在这个地方，对，啊、有个加号，大家现在点这个加号。点这个加号呢，它现在出来我们的这个自己的手机上这个视频啊，但是在这右上面有个叫 Stock Videos， Stock Videos， OK， 我们现在点这个 Stock Videos， 那么它这就是一个素材库啊，它里面集成了很多一些素材，那我们现在呢用的就是最上面的三种的一种，比如说我用个黑色白色都可以啊，比如说我用黑色啊，我用黑色，然后我把它加进去。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儿两个视频中间我就多了一个黑色的素材，对，那么这就是一个它多给我多出来这么一个三秒钟的帧啊。我这黑色的是我这个黑色的是在后面这个有三秒钟，不是在中间、啊、那个是因为你之前加的时候呢是把这个时间轴拉到最后加的，没关系，你现在可以退回来啊，按一下这个后退，按下这个 back。 哦，是我要到中间这个地方放。对，对，没错，到中间这个地方啊，加进来啊。我现在再做一遍啊，看看我现在这个轴呢，这个竖线白色竖线在这两个中间啊，然后在这个时候呢，点这个加号啊，点这个加号，然后呢到右上角找这个 Stock Videos。啊，然后呢我选啊黑色白色你自己来选啊，想选白色也可以啊，我现在来选个白色吧，刚才选的黑色，我现在选白色，然后呢点下面的 add 啊，就出来这个白色了啊。那有人说这个现在白色是横的对不对，我想把它变得更大一点，没关系，你点击选中这个白色，两只手指头在上面直接可以变大变小， OK， 你做选择，我这就是全黑的。对，因为你选的是黑色的，它本来就黑、黑色的，所以你就要多一个横条黑色你看不出来的，但是用白色的话你就可以看出来啊，它大小是可以调整的啊，你就用手指头就可以动了 ，OK。那么在现在我们就要往上加文字了啊，加文字了。那么我们现在在最下面这菜单呢，我们后退到根目录啊，后退一下。那第三个就是这个 text 啊。就是加文字，我们现在点击啊，就是 add text， 我们这儿就点一个 add text 啊，那这儿呢你就可以写啊，我比如说我这儿写的就是倒放的魔力啊，你看我现在写了这儿以后中间不显示任何东西对吧，那是因为我这个字啊它默认的颜色是白色的，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把它变成黄色的，你看就出来了对吧，那这就出来了。当然你可以在上面它还有更多不同的效果啊， effects bubble automatically。 你能再 text 一下吗，它的拼音是什么啊？无所谓，你写什么你就写个 reverse 就行了啊， the magic of a reverse 也可以是吧， magic of the reverse effects。 那个 text 在哪里啊，没看见啊， OK， 我重来一遍啊，我们到了根目录这儿的第三个最下面第三个菜单。哦，不能选第二个对吧，不能选中 video， 如果选的话就没有了。 OK， 对，选中 video 是对 video 做编辑。 OK， 为什么要 type the magic of reverse？ 对， 你 type everything anything 都可以啊， you can type anything。 OK OK， 所以这个文字就加进来了啊，颜色啊，这字体啊，之后都可以慢慢调啊，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啊，这个你们之后要花时间慢慢去调整一下颜色啊、字体啊这些东西啊。那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在 zoom in 啊 ，zoom in 一下，我刚才呢放的时候，这个字啊跟这个白色的背景没有对齐，但是我的对齐了啊，但是我的没对齐怎么办呢？
啊，如果没对齐的话，我告诉你们啊，你把手指头按在这个橘红色这个文字这个条上面，一直按紧了，按住它，不要放松啊，你会看到它变透明了，对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拖动它了啊，你往前往后就可以拖动，你把它拖到对齐就可以了啊，就像这样就对齐了啊，但现在还是有点错位啊，我把它可以再继续按住，再调整一下。OK， 这个时候基本要对齐了啊。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说继续放，播放一下，然后到这儿就出了这个文字了，是吧？和背景。然后当然了，它如果说是你想把这个时间太长了，文字时间太长，没关系，你缩短啊。我现在呢就点这个背景，你们现在看我就可以了啊。点这个背景，然后呢拿手指头按住这个我们之前操作，按住后面这个往前拉啊，往前拉，它可以缩短了。文字也是一样啊，跟的也是往前缩短啊。OK， 所以这样的话就把这个东西基本的就完成了。那么当然前面你还有加标题啊，加标题。刚才这个其实就是它本身标题。我之前那个做的呢是把标题放最前面啊，那你们可以在那个把标题放前面，中间加正放倒放，像我刚才做那个演示一样啊。你们这个就可以把这个当成一个作业，大家自己把这个补充完整。还是那个话，我给大家放一下我之前做的那个比较完整的。OK， 所以从技术上来说，今天我们这节课讲的这个倒放的这个技术，那大家呢也可以回去啊，去挖掘一下自己身边有哪些东西，可以去倒放出来有不同的一些效果啊，有不同效果，你们就可以去把这个东西用同样的一个手段把它做出来啊。其实这个倒放呢，用在这个umbrella 这个保险上最好的，为什么？就是刚才我说的啊，这个一个叫什么？叫后怕型。有些东西发生了以后啊，它发生了以后你才追悔莫及，你才说自己没有买保险，这保险是最适合这个倒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呈现了，对吧？所以比如说东西掉地上啊，碎了啊，怎么去能再复水把这个杯子再恢复呢？就是因为之前你有买了保险，你的杯子碎了也没关系啊，跟它没碎一样，所以这就是一个适合你在保险上面这广告上面想一些创意的。OK， 所以哎，我总结一下啊，上节课、我们讲了人物就是消失的，这节课呢我们讲了这个倒放这个效果，正好可以对应上我们这两则公益广告有一个不同的一些创意啊，那么大家可以在上面去挖掘一下。那么我们整个这个课的安排呢，这个星期啊我们讲一些基本的一些技术，下星期还会讲技术，但是呢我们这个周五上完课以后啊，我就需要大家能开始自己赶紧动手做一些这样一些视频出来了啊，哪怕一开始做的比较粗糙没关系，我们慢慢打磨，把这个做成一个你第一个一个作品啊。我不要去把这个东西当成把给大家感觉这是一个作业啊，不要当作业完成，而是当成一个作品啊，最后可以说啊，这是谁作品，就跟你们看电影一样啊。像 someone's 什么这个 product 之类的哈，把这些东西当自己的作品完成之后，到那里也会拿出来，哎，这是我自己做的第一个广告，第一个公益广告啊，别人看，哎，这个确实做的不错啊，它里面有创意，有一些小的一些效果，小的一些特效啊，都是挺好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门课啊，希望可以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OK，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上面今天这节课，我有一个问题，你说。你今天你说的作业是啥呀？对，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今天这个倒放的这个视频把它做完整，把前面的文字加上啊，后面加一个什么小鬼脸小图标 emoji 都可以啊。我把我已经完成的这个东西呢，我可以发到群里面，让大家按照我这个模仿这个东西做出来，好吗？嗯，谢。今天的课会发到群里吗，老师？啊，如果需要的话，我会的。啊，麻烦我发一下，需要一个东西 reverse 掉，对吧？对对。但是那个什么东西 reverse 掉吗？
你能发、啊、这个就是你们要寻找啊，咱们需要能找到这个 reverse 出来的这个效果呢，就是跟之前正放是不同的效果。这个我不希望大家比如说啊，你放一个啊，你前面在走路，然后倒放一下倒走路，这个并不会让人产生惊喜啊，没有什么惊奇的，因为我可以预料到。像刚才那个这个从这个洗脚盆里面喝水这个呢，虽然它不是特别恰当哈，但是至少这个给你带来一个惊喜，是惊奇的东西，超过你期望的啊。好，谢谢。嗯 ，OK。那么对于咱们这个这个创意，你们还有什么想说想分享的吗？或者你们自己有什么想拍的视频，你们想说这个怎么去实现，也可以跟我们来交流，好吗？老师，把这个Zoom 的 meeting 放在那个链接上好吗？好的。还有老师，都说的要交这个作业，但是现在拍起来就是有些像我们刚学的，就是拍的那个内容，我们就是拍不到啊，就有些现在去拍也不方便，模特也不方便。哦，没关系，就是这样哈，就是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不同的一些创意，那么。我现在是希望大家这样哈，一方面呢，你可以去分享一些非常好的创意；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就地取材，选择一个目前说我们可以就是拍摄一个可以实现的一个创意，就是你可以永远可以天马行空啊，你可以想象一个大片啊出来很好的创意，就我们永远可以交流。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要基于我们现在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个公司。啊，别人交给我一个广告，我要根据我们的目前的预算和人员组成和目前我们的资源来拍一个目前我们能拍出来的东西，对吧？所以呢，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在家，那么你就想，我根据家里这个环境，我能拍一个什么东西，或者说是我可以从网上找什么素材，把这些东西整合起来编辑一下，做一个什么东西都可以，都可以。啊，像我现在次上这个课程啊，我这上课程，其实大家后面啊，下一期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场景或者一些技巧编辑啊，我应该在外面取景，就在这个比如海边去取景，但我没办法出去，所以我在做的所有的这些素材，全部都是我在我家自己家里面去做拍摄，啊，但是可以达到同样效果，所以呢，大家现在想的这些创意啊。尽可能的就地取材啊，就在从身边的自己的人也好，家里的东西也好啊，就可以来想办法。所以今天我给大家提的这些这个参考啊，这创意参考也是完全这个完全跟咱们的这个家庭有关系的，比如说刚刚说那个玩具呀、啊、这些东西是吧，都是跟这些直接相关的。可以骑自行车吗？因为下坡的时候你不用骑，因为你不用那个骑用力骑，但是你把它 reverse 了，你就在上坡也不用力骑。啊，这个是可以的啊，这是可以的。而且这个呢，其实我建议你把这个东西可以做什么样子呢？啊，就是你这个自行车上下坡，因为呢，如果说你告诉我现在是倒放。我可以预期起来，你倒放就往就不骑的话，你就不骑，它会往上走，对吧？这是我可以想象到的东西。对，你可以这样做，但是不会给我产生一个超过我想象的一个东西，对不对？没有那样的一个效果。但是呢，你可以考虑怎么样呢？你把这个画面啊，因为在这个 CapCut 里面你是可以旋转这个画面的，你把这个画面呢把它旋转一下，把这个下坡做的像是在上坡。懂我意思了吗？好像在上坡的时候，哎，你再这样的话，你不使劲儿，哎，就骑上去了，或者你根本没有蹬这个车就上去了，对不对？嗯，对，这可能就会产生一个不同的效果，啊，我只举这样一个例子，但是就是告诉大家啊，你在做这倒放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超过别人 imagination 的一个东西。好 ，OK， 嗯。对，老师，另外那个就是那个 umbrella 那个保险，能再给我们解释一下吗？因为它等于是跟普通保险又不一样，对吧？就是怎么样在这广告里面也体现出来这个是 umbrella specifically。OK， umbrella 我上节课讲过哈，是这样，它有这样的特点。我就之前举了个例子，比如说我现在车保险啊，我现在有房子啊，我房子是买保险了肯定啊，
我同时还有个车的保险，但车保险我最多比如说我就只能保10万块钱啊，我就买个10万块钱保险。可是问题是我买10万块钱保险，如果说我现在撞了一个人啊，我车连车带人，那可能管他医药啊，这个整个加起来可能需要我30万，对吧？那我车保险最多只能付10万呀。那这个时候呢，人家要让你赔这个，你不是没有钱赔吗？但是你有房子呀，你银行里有存款啊，你就必须要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赔。也许这个时候你的房子可能真的被人家抢走了，因为你需要去掏钱去赔人家，对吧？那么 umbrella 保险呢，就是在这儿，你不需要再多花那么多钱买一个巨额的保险，你只需要再多花，比如说一年啊，一年可能就200-300块钱或100-200块钱，就可以再把你这个保险的这个覆盖范围啊，或这个金额一下变大很多。就比如说你现在买了个30万的车保险，你觉得不够啊，因为你那还有个80万的房子，那么你可以买一个100万的 umbrella 保险，那 umbrella 保险一年才需要$200左右。嗯，然后那这个 umbrella 保险必须是你自住房才行是吧？啊，我是举例子，你可以没房子也没关系，但是你没房子但是你有存款一样他会把你的存款拿走，对不对？不，我的意思就是 umbrella 必须在你这个自住的房子上面的保险再加 umbrella 是吧？不能够比方说你有出租房，你在那个上面可以加 umbrella 吗？啊，可以的呀，可以的。可以啊，也可以是吧？应该是可以的。对，这不是你看这不是这儿有个写的吗？ Own property especially investment property。 哦 OK 看到吗？ OK OK 好，谢谢。好的，那有更多的话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把这曾晶女士啊让她过来给我们稍微讲个10分钟啊，然后给她讲更深的。我觉得这个不带任何商业色彩，虽然她是做保险的，但是这个事情本身我认为是个公益的。因为确实我这样来说句话，咱们华人最缺乏的就是保险意识。所以我之前曾经跟这些不同朋友聊，我提了一个叫所谓大保险概念。这大保险不是说我们要买这个商业保险买这个保险，而是我们整个的每天的这个行事标准，我们缺乏一个就是留一个余地留一个保障。我们做很多事情都是不计后果的在做，那保险它本身就是要考虑到后果，对吧？为那个后果我要去做一些提前的一些准备，对吧？但是很多人不管做生意也好做什么也好，他喜欢铤而走险，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大保险概念，是我们平常为人做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而不仅仅限于说我买一个这样的商业保险这样的概念。所以这个是我希望做，从公益角度来说希望给大家来普及这么一个大保险概念。那 umbrella 在这儿就是一个直接的一个表现，一个呈现出来。 OK， 我没有问题的话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里好吗？啊，大家有任何这个想交流的，我们随时可以在群里面啊跟大家来一起交流。那么今天我们课就上这里，谢谢大家，拜拜。谢谢。谢谢。Thank you.